Charles! Nice to meet you! 哎，一菲，你也在这里呀？我知道，过段时间你电影要上映了嘛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去捧场的。你怎么混进来的？这里是上流的聚会，没有穿燕尾服的，麻烦出门左转，谢谢。今天是 Elsa 公主的生日，我当然不能空手而来，失了脸面。那么就来做一个火焰朗姆酒刨冰吧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这里是大头 PP， 今天我们要做火焰朗姆酒刨冰，听起来很上流，是不是？其实很简单，先这样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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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点都不难嘛，我会了。第一步，我们来处理这个水蜜桃，因为我们要熬一个蜜桃酱。哇，这水蜜桃好少女哦 ，like me。水里面加一些盐，桃子放进去泡一下。现在把桃子的皮削一下，这桃子的皮非常有用，千万要留住。那这一个我试一下能不能不削断，不削断的话，我们许个什么愿呢？希望我的宽粉发大财。不能断，不能断，不能断。宽粉们不要着急哈，虽然断了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，发家致富还是要靠我们勤劳的双手。这个就许个愿，就是祝 PP 发大财。祝 PP 发大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顿。你看嘛，这个削皮不断的这个祈祷术其实是从中世纪就传来的，它非常的灵验。也就是说，今年2020年 PP 一定会发大财，谢谢大家。腌制一个小时，倒清水，下桃子皮，把蜜桃倒进去，100克冰糖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蛋白霜啊，我真的觉得好简单啊！蛋白霜做完，再把冰沙弄齐，组合组合，哎，就做好了，这么简单。那就给你们展示一下真正的剥离技术吧。真的觉得好简单啊！徒手打蛋，练成壮汉。如果你不想变成麒麟臂，我们还是用机器打吧。来来来，走过路过，机会不要错过啊！有钱的投个钱场，没钱的点个赞也可以啊，给大家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。输了。下面就是用最原始的方式打造最独特的刨冰，包浆包会啊，已经完全 OK 了。牛奶碎冰冰，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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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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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蜜桃酱，啊。一点都不难嘛。啊，是不是焦了？有略微的焦，不好意思，太慌张了。没有，明显没有，燃了燃了燃了！你们懂什么呀？燃了，燃了！看球不见，看球不见，把灯关了，关了！谁？没了！上头了，酒味好浓啊！
个味道真的是泪水跟汗水的味道，没别的，为什么要做这么浮夸的甜品？冰沙直接吃不好吗？对不起 Elsa 公主，我还是再给你做一次吧，不能失了体面。搞错了，再来。